越南驻老挝大使阮明先在座谈会上强调，越南志愿军和专家离开祖国、家人和亲人，前往老挝履行国际义务，与老挝人民携手对抗共同敌人。越南志愿军和专家被老挝党、政府和人民视为同志、朋友、家人，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尊重和信赖，因为他们是守纪如铁的道德和行为典范。作为老挝人民军的一名年轻军官，我将加大宣传力度，让老挝军队年轻一代更加了解越老特殊而深厚的关系，以及越南志愿军和专家对老挝的帮助。此次座谈会是一个让老挝人民军队干部战士深入了解老越关系的良好机会，这是一种独特的关系，其中两国始终并肩同行，共同为老挝人民争取独立而奋斗，这也是没有任何敌对势力可以破坏的团结和友谊。值此之际，阮明先大使希望老挝人民军青年军官深入了解越老特殊战斗联盟，两国祖祖辈辈的紧密相连，特别是在争取两国人民独立和自由的斗争事业中，强调这是越南和老挝士兵在思想、意识和行动上应该时刻携带的宝贵行囊，因为两国将继续保持紧密的合作关系，筑牢团结之基，并肩捍卫两国的和平、独立、主权与领土完整。